从今天起，九灵堂重新开张，我就是君家的后人，君九灵。九灵堂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我看夫人有胸罩，好晦气啊！夫人身体很好，不值得我出手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样全京城的人不都知道九灵堂了吗？半道上杀出来个什么女灵医，近三天，这林夫人的病啊就有了起色了。定远侯府的人找您去出诊呢。 像他这样的人，一个又一个的寻我。我便可以从这里走到怀王府。本宫有个妹妹，也叫九灵。不过她可没有你这么乖巧听话。楚九灵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的身份？楚让，你为何要害我父皇？我是楚九灵。 先皇之死，而是和楚让有关。这一切我一定会替父皇讨回来。这医馆叫九灵堂，若是智斗无效，连同君九灵一起除掉。请让一下，必须要赶紧找到智斗的方子才是。就算我们杀不出一条生物，但能给后人留下些探索也是值得的。御医术者救人，御医道者救天下。北齐大军要打进来了，请大家留下来。 我们一起守住我们的家园，诛杀贼奴，为人父皇。楚让，今天我一步一步走到你面前，就是要亲自替父皇向你讨一个公道。